主料，黄瓜、香鱼，辅料，盐、花椒粉、淀粉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洗干净收拾完了，用盐、花椒粉、少量淀粉喂上，热油炸，因为每次炸鱼剩的油都扔了，很浪费，所以这次我放的油就很少，变成油煎了。烹饪技巧，这种鱼都是软刺，一点也不扎嘴，就很鲜嫩，最适合儿童补钙。据说黄瓜香酱着吃最好，下次我一定酱着吃。炸出来的黄瓜香要比川丁鱼更好吃，我爱上了黄瓜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